以前我喺香港咧都玩过毅行者啊，咁毅行者大家都知啦，即系好短时间之内咧就要行完嗰100公里嘅麦理浩径。咁我嗰阵时都唔系好理解啊，点解要咁赶头赶命咧？咁又行山，我自己都系中意，即系比较即系轻松啲，睇下风景啊，睇下啲花草树木。不过我就知道都唔少人咧就中意啲比较即系唔中意行得太闷啦，即系唔够挑战性。即系近年都有香港唔少啲嘅人咧。佢咧參與一啲咧就比較上係有啲好似探險咁嘅活動啦，咁譬如話喺馬鞍山咧就有個廢棄咗嘅鐵礦啊嘛，咁啊就都見咧有啲人咧組團去睇下嗰啲礦洞裡面有乜嘢咁樣啦，咁啊就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都有少少風險啊，咁因為你知礦坑啦，即係日久失修嘅會唔會結構上唔安全咧？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呢啲咁嘅礦坑咧好多時咧就住咗我哋咧叫做病毒之母嘅一種動物喺裏面，咁冇錯啦。呢種動物咧就其實就係蝙蝠啦。咁嗱，蝙蝠呢樣嘢咧就好特別嘅。咁佢咧就唔知道乜嘢嘅原因咧，佢嘅身體咧即係喺個進化過程裏面咧，佢自己咧就可以帶住好多病毒喺個身上面，但係佢自己冇嘢嘅。咁但係咧就有能力咧就將呢啲咁嘅病毒咧去傳俾其他嘅物種嘅。咁當然咧，SARS 即係2003年嘅 SARS 同啱啱嘅即係 COVID 咧。据最终个病毒嘅源头咧，应该都系蝙蝠噶啦。早几年都即系搞到好大风波嘅咧，嗰啲咩中东呼吸症候群，即系骆驼传染嗰啲咧。咁啊，因为嗰个咁嘅病毒咧，揾翻分析嘅时候咧，就即系里面其实有部分咧都睇到似乎系蝙蝠嘅来源嘅源头嚟嘅。咁蝙蝠传染呢啲病毒俾第二个物种咧，咁就好多种途径嘅。咁佢主要都系啲体液啦，即系譬如话啲佢嗰啲口水啊，佢嗰啲便便啊，咁啊即系大小二便啊嗰啲咁样样啦。咁啊就如果你俾佢咬到啊咁样样咧，一样咧都会有机会咧就传染到嗰啲病毒嘅。咁除咗沙士病毒之外咧，其實一大堆好多人驚嘅病毒咧，都可以經蝙蝠咧就傳染到人。差唔多每一隻咧，如果真係傳染到落人嗰度啦，佢傳染到人咧，又未必真係好普遍。咁不過咧，如果真係傳染到咧，多數嘅死亡率咧都相當之高。譬如有啲咩病咧，嗱，譬如話瘋狗症咁計啦，嗱，瘋狗症咁話你話狗先有瘋狗症，即係俾狗咬到而家冇曬呢啲咁嘅瘋狗症啦。嗱，蝙蝠咧係可以帶住啲瘋狗症嗰個病毒嘅喎，有啲北美洲嘅朋友都知道啦，即係話有啲醫生會建議你咧，如果你屋企咧有隻蝙蝠，如果飛咗入嚟啊咁樣咧，咁如果飛過走咗都好啦，咁都有啲醫生會建議你啊，就最好咧打翻瘋狗症嗰啲預防針，或者咧就叫你打嗰啲抗體咧，嗰啲係即時有效，可以預防到啊。因為咧就即係驚你咧，如果真係接觸到蝙蝠嗰啲咁嘅體液啊咁樣，唔知道咧咁樣傳染到咧就大問題啦，瘋狗症咧一發作嘅時候咧，就嗰啲抽筋啊嗰啲咧，基本上咧係冇藥醫。第二類嘅病毒咧，就其實咧亦都係引起啲非常之得人驚嘅病嘅。咁啊，大家一定聽過啦，就係伊波拉啦，同埋咧就而家喺即係非洲咧有兩個國家，呢兩個國家咧而家就爆緊呢個咧叫 Marburg 嘅。Marburg 咧其實是一個地方名，但係唔係非洲地方名嚟嘅。咁其實咧係德國嘅一個地方名嚟嘅，咁啊相當之靚嘅一個小鎮，咁點解叫 Marburg 咧？因為咧就即係喺1960幾年嘅時候咧，咁啊就佢哋咧就要製造一啲嘅 polio 嘅減活疫苗啊，即係話小兒麻痹嗰啲減活疫苗。減活疫苗就需要養一啲活生生嘅病毒出嚟嘅，咁靠咩嚟養咧？咁病毒一定要依附喺一啲動物細胞上面噶嘛，咁佢哋咧就當時咧就用咧非洲入口嘅一啲叫做 green monkey 啊，咁用嗰啲馬騮嘅腎臟嘅細胞咧嚟養病毒嘅。咁好衰唔衰咧？就嗰扎馬騮咧裏面咧，就有啲有一啲咧係帶住嗰個 Marburg 嘅病毒嘅。咁呢只咁嘅病毒咧，就喺德國 Marburg 呢個地方咧，就喺實驗室裏面啲人喺度劏咗嗰啲馬騮攞個腎臟出嚟養緊啲病毒嘅時候咧，就唔覺意咧就中咗嗰個病毒，咁樣嚟嘅個名。咁 Marburg 咧同伊波拉咧都係相當之類似，咁啊初頭嘅時候咧就會有人發燒啊、屙嘔啊。
啊，嗰啲好攰啊，周身骨痛、头痛啊嗰啲咁样啦。跟住咧就系嗰啲出血性嘅问题啦，即系话咧佢会整坏咗我哋嗰个血液系统啊，咁啊就即系血咧冇办法凝固，即系简单讲即系七孔流血啦，即系话咧周身啊地方咧就即系不断流血啦，你打支针落去啲针口嘅地方都不断流血啦，咁样样死亡率相当之高啊。咁就算你好翻之后咧，佢可以留喺你身体里面好耐啊，咁啊就即系你经性接触啊，经啲体液嗰度咧就可以传染到俾其他人。咁而家非洲嗰度咧就出现咁咁嘅问题啦。咁呢两种病毒咧，其实咧都好大机会咧，应该个源头咧，孖白就一定系蝙蝠噶啦。伊波拉咧都估计咧就可能都系个源头咧，都应该系嗰啲蝙蝠嗰度嚟。中间咧可能经过啲其他嘅灵长类啊，嗰啲物种啦，非洲人啊咁啊去处理嗰啲动物嗰啲，佢哋中意食嗰啲 bush meat 啊嘛，即系嗰啲野味咧，咁啊即系食嗰啲野兽嘅时候处理嗰啲野兽尸体嘅时候，可能咁样感染到，或者啲猎人咧就猎杀啲动物嘅时候咧，可能咁样感染到翻嚟嘅咧伊波拉。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啲少见少少嘅，咁譬如有一种病毒咧，就会感染啲马啦，咁即系啲马咧就可能食咗啲即系啲草里面咧，咁可能啲有啲蝙蝠嗰啲便便啊，大小二便都好啦，咁啊食咗啲草里面咧，可能有嗰啲蝙蝠嘅体液里面咧，咁啊有嗰个病毒感染啲马咧，就可以引起肺炎嘅。咁人咧接触到呢啲感染咗嘅马咧，亦都会感染到呢种病毒咧，引起肺炎嘅。咁亦都有啲病毒咧系感染啲猪嘅，咁都估计咧就系可能啲嗰啲食生果嘅蝙蝠咧，即系嚼完啲生果食唔晒啊，或者食剩啲核咧跌咗落地嘅时候，呢啲猪咧走去食嘅时候咧，咁啊间接接触到啲蝙蝠啲口水咧，猪就感染到，咁人咧接触到呢啲猪嘅时候咧，又系会感染到呢种病毒咧，就仲得人惊，佢感染人咧就产生脑炎噶，即系话会发烧啊、头痛啊、神志不清啊嗰啲咁样，咁死亡率都相当之高啊，咁啊唔知有冇网友咧真系入过呢啲马鞍山嘅矿洞里面啦？咁我都听过有啲人讲咧，话里面咧都有好厚一层嗰啲即系蝙蝠嘅便便喺度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咧都唔好话冇风险啊。咁所以大家玩埋玩咧，真系要小心啲。咁多谢大家收睇，记住咧留言、点赞、订阅，下次再见，拜拜。